来来来，喝口水。。燕青留给我的，这位兄弟，你们是哪条道上的？有什么事好商量，动刀动枪的，伤了和气。伤了个屁！别生气啊！各位，我们是杭州安平镖局的人，路过贵宝地，不曾拜见，多有得罪。您看，这些银两全当是拜山礼，怎么样？你闭嘴！通通带走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我你，快点，全都老实点啊！东西不少，快，快，快点。都快点，快点，老大，这东西死沉的，这是咱从关东过来劫的最大一次镖了。老二啊，说话别这么大声啊，打开，来，看里边什么，我看原来是关东响马。别说话，别让他们发现你是女的。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味道不对呀！老大，什么呀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柴火吗？说，你把钱藏哪儿了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一刀一刀的剁了你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次保的就是药材镖，这批镖不值钱，我看你不如先把货还给我，把人给我放了，等我走完了这趟镖，我们一定带上拜山礼到此谢过。你说放我就放，我凭什么放了？你问过我这帮兄弟们了吗？我们不吃不喝的，干嘛要劫你啊？我劫你就是为了钱呐！快说，钱藏哪儿了？你们要是不说的话，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喂狼。大哥，有一个大胡子的独眼龙向我们山寨走来。一个人？没错，就一个人。有点能耐啊，老二。哎，去会会。好，走，跟我走。走，好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哎，狼刚吃过午饭，先关起来吧，晚上再喂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来拜山门的。拜山门？
我今天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够你们山寨上上下下的人吃上三年。但是我要先见你们的大当家的。我大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得了的吗？啊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上赶着不是买卖。兄弟们，他是要跟咱们过上几招啊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过就过，谁怕谁。兄弟，还差着最后一哆嗦吗？现在可以见大当家的了吧？可以。这就是我们大当家的刁老大。兄弟好身手啊，居然能过我的关。你们家兄弟承让了。您是哪条道上的？在下杨天霸。实不相瞒，这里往东的北峰山就是我的地盘。我呢是之前听到消息，说两位当家的从关东那边因为躲瘟疫来到我们苏州，所以特地来拜访一下，顺道跟您谈个生意。你独自一个人单枪匹马的，你说你是老大？兰儿，哎，你信吗？我就一个人来，兄弟也没有带，单枪匹马都能闯进来，如果把兄弟带上，你觉得呢？好，什么买卖？这是我家的祖传秘方，专治瘟疫的，有病治病，没病预防，包治包好，不好的话包退。感情你就是一个跑江湖卖药的啊！我带着这票兄弟从关东跑到了苏州，我们就是为了躲避瘟疫啊！你觉得我们还用得着他吗？哎，这药在这儿当然是没用，但如果卖到关东去，可以翻个10倍。大
大哥，他找咱们带路卖药，这十倍的价钱有赚头啊。二当家果然聪明。我听说之前你们拿到一批药材。这样吧，在去关东的路上，我来做药，你们来卖，赚到钱五五分成，怎么样？你消息蛮灵通的嘛。不过我凭什么信你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一个人来，你看我能怎样呢？不过呢，我们这些兄弟，吃要钱，拉也要钱，拉也要钱，五五分成。嗯，我八，你二，我二。好吧，三七，成交。来，把那些运药材的镖师统统杀了，咱们回关东。哎，等等，那些镖师嘛，我们回关东路上，可顺道去山西。山西有很多煤窑，到时候把他们当黑工卖掉，还可以多赚一笔啊！啊，哦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好，小子们，安排酒。好嘞。停！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算你们走运，留一条贱命，跟老子上路。兄弟，刚才我们在路上已经发了信号，留了标记，我们的人很快就会杀过来，识相的马上把我们给放。你把我当成3岁的孩子，全都给我带走。喜欢你喜欢个屁！你闭嘴！老二，别动！那个女的给我抓起来，全都押回去！大师兄，师妹，大师兄救我！师妹，大师兄！好，以后咱们就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。当好兄弟，好不好？事成之后，你就是三当家的。好，来，喝！快点！老大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快点，走！这个戴着胡子的小娘们混在镖队里，让我给交出来了。你看看。把手拿开！哎，挺白的啊！放开我！好漂亮的小娘子啊！你要是敢动姑奶奶一个手指头，我爹要是知道我在这儿，铲平你的破山寨！哎呦，我喜欢！放开我！
然后是我二哥，以前兄弟们把好货都给你了，今天这个是不是分给我们大家开开荤的？哎，等等啊，等等等等，人人都有份儿，老大我先来。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。可是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？知什么恩，图什么报？我介绍那么大一笔生意给你做，那不是恩情吗？要不如把这个姑娘送给我吧。我在北峰山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有开荤，这个姑娘今晚就陪我了，好不好？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说你给我介绍一笔生意，老子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拿到。这个女的，你想都别想啊！好啊，那就不想。那我跟你的生意也就拉倒了，告辞。小开，哎，兄弟，等等，有事好商量。嗯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女人嘛，如衣服，对不对？兄弟如手足，喜欢她是吧？别碰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臭流氓！老实点，坐下，坐下，老实点，好好陪我们严大哥，啊，听话，严大哥，我们走了啊，哎，走了，嗯。别碰我，否则的话，我让我爹宰了你！你们一群臭流氓、王八蛋，你要干嘛？你跟我来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坐下！王八蛋！我是杨华，看清楚没有？年轻，别哭，别哭，我帮你找。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啊！你是为了我才冒险闯土匪窝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虎穴龙潭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来救你的。这个东西好奇怪。上特别像大坏蛋，没有我这个大坏蛋，怎么保得住你的清白啊？哎，对了，说正经事，师兄弟他们都在哪儿？我赶紧去救他们。他们都被关进牢里了，而且那里看守的人特别多，地形又复杂，救人恐怕不那么容易。好，现在土匪他们都很信任我。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，既不费力，又可以救他们。只是，可能要委屈你一下。今晚你就睡着，我到那边去睡。天快黑了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明天跟我演一场好戏。阿华，你冒这么大危险来救我，你就不怕死吗？我上次看你被土匪他们抓走，我真的怕他们对你不利，所以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就说啊，每次走镖都出事啊，上次在鬼市也是，这次走一趟小镖，还遇到这么大的麻烦。
你是又想起格格了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我西湖的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上次是这样，他那天和家里人吵架，然后就跑出来，也没想到在西湖旁边会遇到我。我看他那么伤心，就陪他多聊了会儿，真的没有别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们两个同时遇到了危险，你只能救一个人，你会先救谁？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很难回答你，但我能说的是，如果刚刚他们真的把你抓走，不管怎么样，拼了命，我也会去救你的。你先休息一下吧，我还要做药丸呢。喊什么喊啊！再喊老子劈死你们！好，来呀、啊，赖永志，来来呀、啊！大师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这正磨着了，等我磨开了，您就都开了。你最好是磨开了，你要是救不了小师妹，她要出了事儿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嗨，你要是死这儿，等我磨开了，我就给你埋了，还立个碑。嘿。快点啊！箱子，箱子，都快快快快点！哎，往上吧，往上吧，孩子加把劲啊！哎，老大，这家伙光顾着自己快活风流了，他不管别人了，啊！叫他起来，跟他说咱们上路。是。老大。他们来了，装满了，装满了。把这装上，那边还有粮食啊，接着来。大哥、二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起晚了，对不起啊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洞房花烛夜嘛，累不累啊？嗯。你昨天厉害的跟母老虎似的，今天变成猫猫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笑话他了，你看他都害羞了。这样吧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的弟妹，以后可要好好的对他。还有，等我们从关东回来，我们就会回那个北峰山，他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。别臭美了，你那个药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？药啊，对。哎，这药呢，你们每人一天一粒，保管你们到了关东啥事儿没有。这真的假的？什么药这么灵？当然是真的，这可是我的家传秘方。哎，你先吃。好。好。发给兄弟们，一人一颗。后面的都跟上啊！给我老实点儿。那个独眼龙肯定没那好心。快点！赵姐，接近眼睛。都跟上！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快走！快点！快点！快走！
哎，大哥，喝口水吧，渴了吧？嗯。哎，你那个娘们儿长得是挺漂亮。哎，哎，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啊？哎，老三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得了便宜你还卖乖。这么好一个小娘们儿，让你搂着睡了一夜，跟兄弟们说说，让大家也乐乐呵乐呵。笑我了？哎，赶紧说说吧，说说。这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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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肚子，我肚子，这，哎呦，这，老二，这，哎呦，这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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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手！哎呀，我这。不是人皇，大师兄，你干嘛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要干嘛？你为了他跟我动手。燕青，你未经我允许私自出镖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我要罚你5次不许出镖。是女儿知错了。程月啊，你不听探路镖师的指引导致丢镖，要罚。你擅自同意言情跟镖也要罚。是，弟子认罚。不过念在你没有和土匪硬拼的份上，避免了伤亡，而且你找回了镖物，所以我从轻发落，现在将你从镖头降为副镖头。是，师父。姚华。是，师父。你尽忠职守，懂得随机应变，不仅救了镖队，还保全了咱们安平镖局的声誉。我现在宣布，你由见习镖师升为正式镖师。是，师父。什么？你和杨华单独相处了一夜？娘，你想哪儿去了？阿华很尊重我的，他睡地，我睡床，他对我一直以礼相待。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啊？师兄弟们都知道啊。这，哎呦，这个孩子你还没嫁人呢，这要是让人家程月的父母知道了，还能娶你进门呢？那程月也不能接受啊。他爱娶不娶，我还不稀罕嫁他呢。要不是他刚愎自用，镖队哪会遇上那帮土匪啊？要不是阿华冒死救我，我说不定早就被人绑上山寨当压寨夫人了。我这孩子，你说说，你还是个大姑娘，这要是传出去还怎么做人呢？我才不在乎呢，唐喵爱说说去好了。嗯，哎，我说你别喝了啊！就算你现在降成了副镖头，但是你还是我心目当中大师兄啊！啊，等过段时间师傅消了气儿，你还是我们的镖头。我说你干嘛呀？不就是一个女的吗？以你这种条件，你说你找嘛家庭隐士的女人找不着啊？哎呀，这不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吗？是不是？人挪死不是？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是不是啊？何况那是一棵歪脖树。别说了，我不说，我气得慌，我不说。啊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他们俩已经那个了，你，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。你说那天晚上他们俩在一块儿，他，别说了，
我告诉你，以后谁也不许再给我提起这件事。哎，你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看都没看，你仔细看一眼嘛。我现在看了，哎，非常好。怎么了？要去海上花？对呀，我去接易云呢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我兄弟，不许跟别人说。妹夫啊，说什么呢？别装蒜了。哎，你昨天跟我妹在房间待了一晚上，还说不是我妹夫。啊！你真别乱说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他什么都没做过。你说这种事要师傅知道了，岂不是要打死我了？没事儿啊，说不定二叔二婶现在跟你们计划婚礼的事儿呢，说不定呢。我求求你，别拿我寻开心好不好？没有，大师兄现在都在生我的气，把我当仇人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将来是大掌柜，他是一副镖头，你怕他干嘛？别烦了，跟我去。喝两杯？不行！哎，怎么不行？不行！走吧你。通天阁王掌柜送易云姑娘东珠项链一串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东珠项链？哎呦，这么贵啊！绝本。大华洋行富乡里送易云姑娘钻石耳环一副。太古船行吴老板送易云姑娘紫檀花瓶一对儿，文昌斋李老板送八大山人字画一幅。喂喂喂，阿华，你知道吗？那帮人为了见他，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了，你说吓不吓人？那个易云在杭州好像真的还挺火的。哎，火也不能把全部家当拿出来，就为了见他一面啊，这太夸张了。这个，反正这里就是个销金窝。对呀，我走了。哎哎，走归走，但爷不是没钱，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那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？走啊，走啊，走，真走啊，走。各位，易云姑娘已经收到各位的礼物了，也让我转达对各位的谢意。按照我们海上花的规矩，有请各位把名帖交给小的，易云姑娘自会选中今晚的宾客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名帖。这个太老，这个太胖，这个没钱硬充门面。白嫩细腻，泡沫丰富，兰花香皂，宝君满意。这是，有位公子也想见易云姑娘，不过他没有名帖，所以。安平镖局于承恩。算了吧，轮不到你的。嗯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等，这个一定是个美女。哼，各位，易云姑娘已经选定了今晚的贵客，她会亲自出来宣布，请各位静候。易云姑娘从来不会自己选人，这今天怎么破例了呀？一定是我送他的礼物啊，打动了他的芳心呢。哎呀，你想得美吧！他要亲自出来迎接我。哎呀，不会的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呀，易云姑娘，哎呀，我的心肝宝贝儿啊，我想死了。哎呀，我们在这儿都等很长时间了。哎呀，可算是出来了啊！真漂亮啊，易云姑娘。行好吧，易云姑娘。感谢各位大爷光临海上花，实乃小女子的莫大荣幸。
你们的心意已然收下，感谢各位如此抬爱，逸云只有亲自出来道谢。只可惜小女子分身乏术，每晚只能服侍一位贵客，今晚的有缘贵客已经选出，逸云将亲自招待，一定令他满意而归。于承恩，于公子。啊，哎，听见了吗？是我，是我。哎，你在外边桥头等着我啊。于公子，请。姐姐好。姐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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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说，我是说，是说你比十几岁的女孩看起来更有味道，更好看。就像这没熟的水果一样，它长在树上，你摘下来不一定好吃。这个桃子，我先吃一个啊。你呀，就像这个桃子一样成熟，肯定好吃。太好吃了，特别有味道。你要不也吃一口？去你的！你们家不是开镖局的吗？怎么对水果也这么有研究啊？没，我没有研究，我是看到你有感而发的，发自内心的，真的。太美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刘署长快到了，我去催促一下。啪！一个大嘴巴子，那把刀嗖的一下就飞出去了，下次倒了就把他给砸了，我咣一脚就给他蹬下去了，结果呢，我就成了比武招亲的状元了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成亲了？那你来我这儿岂不是让你的夫人独守空房？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。我跟你讲，那高小姐长得，哎呦，我得谢谢她了。她要是有你一半好看，你给我放油锅里炸几个来回，我都不带吱一声的。你别看我们家是开镖局的，但我们这样有钱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有一个叫什么蝉的女的，傻了吧唧的，出10000大洋，要我们跑一只蛐蛐。10000大洋，那蛐蛐有多大能耐呀？为什么要10000大洋呢？但后来那蛐蛐，我还是把它给偷出去了，用它来帮我赢了很多钱。逸云小姐，那个蛐蛐，我进来。云少爷，该走了。干嘛？我连屁股都没坐热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我们家小姐接客只留30分钟，现在时间到了。于少爷，这边请。就30分钟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在这胡说八道，烦着你了。你要觉着烦，我下回不来烦你了。哎呦，都怪我这张嘴，就怪。等等，我送你出去。哎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于少爷啊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人。只要是我知道的，你随便问，问什么都行啊。你说吧，慢点慢点。柳寒云。柳寒云？哟，我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也许叫杨。杨什么？
姓杨的我们镖局倒是有一个叫杨华，他是跟我一起来海上花的，但是不可能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易云，怎么还不去准备呀？刘署长都快到了。好，我补个妆马上就过去。你一定要再来呀、啊、我明天来，后天也来，我天天都来啊。人呢？云儿，真的是你啊，云儿，云儿，你怎么瘦了？你过得还好吗？刚才我还问于承恩有没有见过你呢。好了，这里说话不安全，走，跟姐到里面去。青山不是满，它是天渡口，千山海上花，啊，尽是。